热水。嗯。鱼儿，你去帮我把香葱拿过来。拿两个碗过来。哦。肯定是花掌柜做的，这么好吃。嗯，这豆腐外脆里嫩，还有股淡淡的绿茶香，怎么那么好吃？妙，妙，滋味鲜香。这菜定是花掌柜做的，吃一块。嗯，这个也好吃。嗯，吃吃。好吃好吃，这个是妙啊。